喜剧电影《功夫瑜伽》近日举行了主创见面会，导演唐季礼携主演李治廷、母齐米雅、姜文以及两位印度演员亮相现场。大哥虽没来，小绵羊张艺兴虽没来，但是没关系，有个人完全可以搞定，那就是李治廷。你要不要斗胆学一下大哥怎么打招呼的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特别高兴今天能见到大家。好像啊，小绵羊想你啊，我们替你打了招呼了。还是蛮像的，李治廷你有综艺才能耶。该片汇集了中国功夫和印度瑜伽，这不现场瑜伽老师母齐米雅展示了地道的瑜伽动作。 OK， 好，准备。双臂环绕360度大反转啊，还是你厉害。两位硬汉现场也各种摆 pose。 好硬汉，好帅气啊。李治廷也被多次要求秀肌肉，但都被拒绝了。那我们还是到影院看片欣赏你的大好身材吧。功夫瑜伽辗转多国拍摄，汇集中印两国当红明星，影片上月刚刚杀青，很快就会与观众见面咯，绝对会给你带来惊喜的，不容错过哦。